菲律宾枪杀我国渔民，引起台湾社会群情激愤。这种气氛让不少在台湾工作的菲律宾劳工很紧张，担心工作会受到影响，甚至威胁到人身安全。而在台中市还传出了有一名菲律宾看护在看了媒体大篇幅报道之后，引发了急性精神病。今天同时有劳工和新移民团体站出来，呼吁台湾民众要冷静，千万不要迁怒无辜的外劳。为了抵制菲律宾没有拿出诚意向我国道歉，政府祭出一连串的制裁措施。消息传到在台湾菲律宾劳工的耳里却很不安。一名来台湾工作两年的菲籍女看护工，看了两个小时的电视新闻后产生被害的幻觉，结果连雇主都认不得。有一些憧憬，是会想家，想他的亲人，会想他的同侪是不是可以再来。而同样来自菲律宾的安也感到焦虑，不敢出门。来台六年的他说，虽然无法代表自己的国家说什么，但很多菲律宾人都想说这一句话。我有看到这个台湾人死掉，我真的很难过，不敢出去，我怕500，等一下大家都会骂我。政府启动相关制裁措施，间接引发反菲劳情绪在坊间蔓延扩大，不少店家甚至贴出拒卖非人商品等告示。在国人可能你走在路上都分不太出来说这个到底是菲律宾人还是泰国人还是印尼人的状况底下，去贸然的做这样子歧视或者是甚至攻击的行为，其实是非常的不理智。国际劳工团体也呼吁，即便菲律宾政府道歉欠缺诚意，但民众也不该迁怒于菲律宾的人民。把菲律宾人骂成是狗、非人等等的所有这些行为，现在政府部门完全没有对这个有什么样积极的制止行为，更是以具体的行动来引导这样的歧视。我觉得政府应该负很大的责任。民间团体认为，菲律宾劳工对台湾而言也是有实质的正面帮助，大家应该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才能展现尊重人权及民主的素养。记者综合报道。